就说这个孝字啊，亏孝太了不得了。我们要亏了孝道，就等于烂根儿啊！你根儿烂了，就现在庄稼出来，你就没，你没扎根儿，根儿扎的浅呐，根儿扎浅怕刮风嘛。说八风吹不动，无事孝微微嘛。八风吹不动，一股风都吹动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股风都能吹动，一个对你不好，你就不满意了。我们不能这样，要拿事物反思的思考，说反复的思考一下子。来了，事情来了，来了自然有一定的原因。为什么我要来一个这样孩子呢？那往自身归。找自己的毛病，是吧？说你不孝亲，那你保证你种一个不孝的因。孝有多少种啊？孝种类很多啊，是吧？有大孝，有小孝，有真孝，有假孝，有远孝，有近孝，是吧？这孝很多呀。这什么叫远孝？什么叫近孝呢？近孝是孝义时，庭委之孝也是孝动之起啊。庭委孝就是我们孝敬我们自己的父亲母亲，孝敬我们自己的老人，这叫庭委之孝。我们把庭委孝孝真了，我们就能产生大孝。大孝什么？大孝天下的老人，用我们这一个孝心影响多少人能够回头，多少人能够尽孝，这不是大孝吗？远孝，远孝孝万古啊。为什么说远孝能孝万古呢？名垂青史啊，万古不朽啊。我们看看古代那些孝子，王祥、魏于。王祥还不是亲母亲吧，后母吧，杨仪守孝，王凤仪先生也守孝，双城有个王孝子也守孝，双城的王孝子后来不知道哪儿去了，不过那也真孝心呢、啊、那孝心真了，人要孝心真了是惊天动惊天地呀、啊、惊动众人呐、啊、你这一个孝，你看周围的人会影响孝心有多出多少个孝子啊。圣人不讲了吗？眼苍彻苍，眼黄彻黄，守的啥人小啥人，真是不假呀。你看要守一个牲口媳妇啊，保证的，你不你身边准有牲口的。这些例子啊太多了。你要真守一个孝子呢，你说一个人好了，好了一大面子呀，好了一片。是吧？我讲那个，我在那个什么上讲那个真那个假孝那个，你表面上你瞅他很孝心呐、啊，那他心假，他走形式，那最后也是达到那程度吗？因为他们去不少人上我上我们那疗病那个地方，都说啊。这个媳妇这么孝心，你看看怎么有这么一个念头呢？什么念头？就想把孩子捏死。12岁一个，8岁一个，就想把8岁那个捏死。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有一天我睡到半夜间吧，他说呼下头就起来了，俩手拿着扣孩子脖子上。他说扣刚要一使劲捏的时候，呼悠就脚悠呼悠一下子。哎呀，你自己还哪能捏死呢？紧忙把手又拿下来了。就第二天早上呢，我就不敢把孩子放到家了，送他奶奶家去了。
他说我这是个病呢，因为他大姑姐嘛，是吧，在我们那儿好的病嘛，他大姑姐把他领我们那儿去了，领我们那个疗病的场所去了，到那儿他就哭，就是哭不说，就是哭，哭了好几天。后来我问他了，我说你哭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掐死孩子吗？他说不知道啊。我说你妈那时候生你那时候还不如掐死了。他说那什么意思？我说你不孝心，然后你这么逆子有什么用？完了就跟他去那人就说了，哎呀你们可不知道啊，这家他孝心呢，全团的小孩都说他孝心。我说你问他，你问他心想的什么，他就哭了，又哭了。他说啥？山人说对了，我那是假的呀，把那他跟就他们屯的去跟去那些人都很惊讶，怎么假的呢？你做的很好啊。我说你说说，我们那天80多人呢，我说你上前边，你站在前面说，你给大家做一个例子。他就真把他说了，怎么的那个虚心假意，怎么去找他妈吃饭，哎，找公找婆婆吃饭，找他妈吃饭使的什么招啊？我那招使绝了。他说的，我你使什么招？他就说了，他说我去一去的时候要走要做这顿饭都得想，还得让他嘛，还得让他吃不着，还得让他高兴。你看那招想的真绝呀，是吧？我不知道现在这你这个你这些女孩子女士有没有这个招，可能你都没这个招。真的，哎，他说我那一走我就心寻思了，我到那嘎达看时间，看什么时间，中午了，往那么走去要做饭了。到那嘎达说先找婆婆家，人可以有条有理的，先到婆婆家嘛，那你老婆婆挑不出毛病来，先来让你来了。妈呀，上我那世家今天撒谎，我做什么什么好饭。老婆婆抬头一瞅，哎呦，就得饭了，我都干活的要回来了，学校放学了，猪也要回来了，去吧去吧，你回去吧，我不去了，我得做饭了，干活的回来都饿了。不用你回来再做。那不行，人家都饿了，再说猪要回来了，该钻地了，钻园子了，去吧，你回去吧，你让我就高兴了。哎，这家他说我转身就回来了，我一边走一边乐，乐啥？你没吃着。等我到我妈那还是这个招，你看看，这要跟老婆婆这招还有情可原，跟他妈也这个招，所以他要掐死孩子，你看看吧，这个可以说，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呀。啊，种下菩提树必开吉祥花嘛，春天没种下你秋天收什么？你没种的好人你能结那好果吗？是吧，就像种地似的，你现在要种那些老品种，你干脆你不能高产，你就得种这个良种，新培育这个，现在你就得新培育了，我们好好培德，是吧，德荫子孙，子孙百世齐昌。所以这人把自己的过错站到大家面前说了，他讲我就好像心开开了。现在呢，这个女的是真是孝子啊，真是孝心媳妇啊。她为啥呢？她把钱财物看穿了，看破了，不为这事用心了，想开了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孝子，人人都尊重啊，是吧？你忠臣孝子人人敬嘛，忤逆之人人人诛，人人恨他，真是这样。
你不就一个好人要走了，哎呀，都装白瞎了，可白瞎了，大家都装白瞎了。一个逆子走了，说该走了好，看看到在哪儿呢？到在日常生活里头呢。生活之中处处都是道啊，是吧？说我们子女，你要不尽孝，那你就是忘本了。我们现在的生活这么好，你不说翻身不忘毛泽东吗？是吧？致富不忘邓小平吗？那么现在能没呢？那我们就不忘，那不能忘了谁啊？不能忘了党啊，不能忘了政府啊。党和政府给我们什么？农民最实惠，真实惠。我要一说这事，我觉得特别美似的。我们赶到这时代了，多美呀！农民不收你费用，你看农民现在啥费用也不收，是钱不收，还给你钱，给还不给一样呢？给油补，给粮补，完了化肥还给补，这还给多少呀？一晌地给七八百呀，真给的不少啊，给800多。我们9亿农民，哪个农民不高兴？没有一个农民说，他不说现在不好，他都说现在太好了。那么道给修上了，国家给修上了，我们农村还有房子给盖房子的呢。盖不起房子，那个你能盖起房子了，还给你钱呢。盖一所房给多少钱呢？政府给钱，完了还给你什么低保？农村产农村那个低保，60岁的有不少的得着的了。这啥呢？这不是伟大的祖国对我们农民这种关怀、这种爱戴，没法形容啊！盘古至今没有啊，哪有啊？没有，没有，现在有了还让咱们摊上了，还赶上了，不高兴？这叫啥生活？这就是天堂的生活，现在就在过天堂的生活呢，是吧？过去吃啥穿啥，现在吃啥穿啥。吃的啥？大米白面。我那一想的时候，我就寻思了，哎呀，小米子、苞米碴子吃饱了就行了。要是人没有十足的时候呢，等以后呢，能吃着白面了，寻要一天吃一顿白面嘛。哎呀，那就十足了。嗯，现在怎么样？顿顿是。吃大米白面嘛，现在大米白面有点吃够了，要吃粗粮了。这是实话了，实实在在的。现在人你要有病啊，这可是自己找的了。这样的生活你还不知足？那不知足者常乐吗？是吧？能忍者自安吗？是吧？要有人问我，我咋乐不起来呢？我说你不知足啊，你太不知足了。吃的大米白面，穿的绫罗绸缎。住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你看看你还不十足，是不是啊？十足吧，小女孩子。真的，真的，你们赶到现在，你们太有福了，太有福了。可是现在有人，很多人不知足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是吧？他拿着福当苦。他不知足他就要苦。但我是知足了，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知足，是吗？有钱没钱我不在乎。再说也钱这个东西吧，身外之物。现在没钱，没钱一天也吃大米白面，有钱的也吃大米白面，
是吧？一天你就吃三宝呗，你还能吃啥？那吃肚皮外去，是吧？人们说了吗？少吃多得胃，多吃活遭罪，真是那么回事儿。东西好，你再吃多了也不行啊。我们得适应，是吧？得定量。他说呢，尽量的还是简朴为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从简嘛，学会简字啊，不能铺张浪费，是吧？随便，我看现在城里，我看马路那马那个那马葫芦里头看不着饭了，现在人都惜福了，看不着饭了。在开始的时候，那饭那大米饭扔的太多了，我走到那嘎达我就看，哎呦，我说白瞎了，是吧？是吧？那就说反过来，我们再说说什么呢？伦常道，伦常道还得说啥呢？我们讲的孝道，一讲讲出这么远去，我们再讲一个什么呢？夫妇道，夫妇道啊，这个观呐、啊，这叫阴阳观呐、啊。男阳女阴嘛，是吧？阴阳观，这关你得会破呀，是吧？你得会破呀，你要破不开呀，那可能你就要死在这个关里头。哎，夫妻别讲理，讲理气死你，是吧？夫妻之间得讲情啊，讲感情，讲感情你就得回忆啊，那处对象那人那感情多深多亲密呀、啊。那真好的好的了不得呀，你别好好牵强完了后边离婚脑个倒仰，不能那样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性，是吧？必须要有长性。再说人不是圣贤，谁能没有错误没有缺点呢？我们不能抱着人缺点不放，是不是？怎么办？你要抱着人缺点不放的时候，你就是人非我也非，说人非我不非，我非就是错，他错了你别人抓错错误不放，那不你也错了吗？那说人呢、啊、怎么的呢？你不能看对方，人各有志，各有各的理想，各有各的观点，他出事不可你心，你就因为错了吗？因为你们俩想法不一样，他本着他的想法出事，你本着你的想法出事，是吧？那你都应该谅解吧，是吧？你夫妻之间要不和睦，这个家庭很难幸福，不会幸福的。夫妻不和不会幸福还不算，你这孩子不会出柜的。因为啥呢？这叫阴阳不和呀，也叫天地不和。天地不和不能风调雨顺呐、啊，夫妻不和家庭不能和顺呐、啊。那我们这个孩子是啥？就是一颗苗子嘛。那夫妻撒些种子了，这个种子它必然要出来呀，它要发芽了，它要开花了，它要结果啊。那我们夫妻怎么去培养啊？男人是什么？男人属于谦，谦属于太阳嘛，女人属于坤嘛，坤属于月亮嘛，男人主火，女人主水，水火必须调积极，是吧？那水什么呀？这颗庄稼必须得有充足的水分，你水还不能浇多了呢，浇多了还涝了，就像给孩子花钱花多了，钱属水啊，你给花多了不涝了吗？涝了吧，那庄稼就要淹死啊。说父亲属火，那太阳啊，太阳你有足够的阳光啊，充足的阳光啊，那你父亲性格太火爆了还不行，是吧？你必须有合适的阳光，有充足的水分，有明媚的阳光，你还得给孩子培德，有足够的土壤，
这个孩子才能长好。要不严的话能长好吗？现在我讲了吧，生下来就有病，那个那就是缺少这个土壤了，缺少水分了，缺少阳光了，那我们这个夫妻你是个罪妈妈。要不有的人抱孩子去了问我，你看我这孩子有病，那我当时我要高兴啊，我就细给他说，我要不高兴都说你怎么生这么个孩子，那我也不乐意啊。你不乐意你乐意，他说我咋乐意呢，我说你是个气包子，你一生气孩子在你的腹内就受伤。所以你才生这种孩子，是吧？可能有人跟我们上过的那个广州去过吧，搁广州那个那一堆抱起俩嘛，哎，抱仨去，有一个腿上，三个小孩都那么大，两个肝胆管结石的，一个腿长得大包啊，比孩子脑袋都大。你说说，抱起来，他们跟就问我，那我就给他说了，我这叫伦常颠倒。你们是老的了，老的是小的了，所以给你们来这么个孩子。当时我问这俩人，这两个女孩子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就是我说你是不是啊，你们什么也不干，结婚以后你们不干活，你们认为你们有福？她说啥？那我妈不让我干呢，那个说我婆婆不让我干呢。你这老人你也得定位啊，老人不会当也不行啊，那叫他溺爱太狠了。因为孩子啊，结婚了，年岁正在年轻，多睡一会儿吧，你给饭给做好了，洗脸水给端上来了，饭给盛上了，上桌就吃饭，干啥？这就叫伦常颠倒。老的伺候小的，你的位是干啥的？你不结婚了吗？是媳妇吗？把媳妇那个责任得担当起来。可是呢没担当起来，完了你们生这么个孩子，这俩人痛哭啊，哭得要命。那个时候他妈伺候他，我说回去改了吧，你们要改了改得快，孩子可能就不磨你们了，不拜乎你们了，活一天你们得治一天，你们治是治不好了，这是生理也叫生成，就这样的。我们就回来了吗？回来那次我就到高碑店来过嘛，是吧？那四月份嘛，哎，等到我七月份又去的时候，见着那女孩子去了就问我认识我不，我不认识，她不认识，抱小孩那个你不认识啊？我是抱小孩那我是知道啊，孩子呢？孩子死了。我是死了，我说你回去多天死的？他说回去八天就死了。我那个呢？那个是海口的。他说那个回去十天死的。看看两个都死了。我说你们赶快，你们多做活啊，年轻力壮啊，多干点啊，别以为我怀孕了我就不干活了，听着没小媳妇儿？真的，你说你干那点活，你干活不要紧啊，那干啥呢？身的成有功啊，有功于世，有德于人，德因子孙，子孙百世其昌，是吧？现在那都是哎呀养胎呀、啊、保胎呀、啊、不干活就保住了，那不一定，是吧？你看你要干活，你周身气血流动的快，运转的好，气血周流，血中没有毒，你任劳任怨。你看看你这孩子身体生下来保证健康，就这样，是吧？我们夫妻，你说夫妻之间
不要讲理，讲理就气死你，是吧？我们得讲情，讲情互相疼，是吧？男人乐了为天晴吗？女人乐了为地宁吗？天晴地宁，你生个神童；天不晴地不宁，你生个糊涂虫。真的，你保证生个糊涂孩子。哎，现在有很多人都问我，哎呦，我这孩子，你说念念书就不念了，你说就不念这书了。那我就回答了，别说孩子，你说你找你自己，回头想一想你自己，你在为姑娘时候也好，你在为媳妇也时候也好，你对你的老人怎么样，你对你的公公婆婆怎么样。我要一问这话，保证他就不吱声，他不回答我了，他自己明白呀，是吧？我们能够把孝道真要真了，你看看，是吧？夫妻之间，这叫什么？是人夫妻虽小，配合天地来的，你配合天地来的，协和阴阳啊，多么主要啊！最主要是谁？最主要的女人，这女孩子可得懂道理。你要不懂道理啊，你留不出好姻缘来。夫妻这一关，是吧？我们应该破开它，不用电线，怕他这么的，怕他那么的。有很多女孩子结婚了就怕男人，你可别跟别人跑了吧。高鑫老牵挂人家，老惦记人家，你那手机都给人看的。是吧？看手机，谁来的短信？哎呀，何必呢？这是，那是人呐！你看他干啥呢？他这咋地咋地呗？你把他放下，不管他，交出去。你看更没事儿，你越害怕越害怕呀，越马虎下，你越怕越怕越出岔。怕啥呀？我见到一个男的。人家真是，那两口子都那样，杨玉在，真是那样。人家他跟我们讲了，人家早先还不明白道理呢。他讲了，他说我走出多长时间，我妻子不再打电话问我在哪儿；我离开我妻子多长时间，我不再给他打电话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看看，他说我们俩还啥事也没有。走到哪嘎达，我能保住我自己。这就是啥？没有牵挂的心。这叫啥呢？这可以说是异界的夫妻了，达到异界的夫妻了。互相感恩，知足常乐。现在都是啥呢？新界的夫妻，深界的夫妻，多苦啊！老那么看着他呀。是吧？黑天睡不着觉，看着人家，人家不回来，他不睡觉。你说你这喝得着的，你睡你的得了，他还不知道回来睡觉。五分钟一个电话，五分钟一个电话，最后也没着，人家把手机关了，得了吧，他气完了，真的，那就把他气完了，气这一宿不带睡觉的，确实自找苦吃啊。是吧？不要那样，是吧？交出去，是吧？哎，咱们是夫妻，我就把你交出去了，是吧？交给众人了，那你更没事儿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朋友之间、兄弟姐妹之间，是吧？更。兄弟一母生嘛，兄弟是一母生的，我们不能围着金钱去苦苦的纷争啊。兄要有弟要恭嘛，兄弟多和睦，你家道才能兴啊，是吧？兄弟和睦了，你家道准兴。
是吧？因为众人捧财了嘛，众人捧财火焰高嘛，人兴旺一个劲儿上拧啊，你保证你干啥事业能兴旺？那你各揣各的心眼儿，那就完了，那马上就要分开，那就要纷争啊。那现在我们看看，为老人的家产，兄弟姐妹那家上法庭的有多少？这何必呢？都不想磕碜。我看着两个，我在电视里看着两个，哎呀，这家把我们大伙笑的，哥仨呀，就只有那一个老太太呀，老太太在病床上躺着呢，就只有那一个老太太呀，这家争的，他大哥说我都付出了。你看大哥就站在人家那个记者面前，你拿话筒，他就说我都付出了，是吧？我这活干老了，我也没得到啥回报，不应该我养活了，没给我啥呀。他那家说的，老太太搁那病床上躺着，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。哎呀，我说这家伙真不想磕碜，让记者都采访了，上电视了，那家伙搁电视里我看着的。哎呀，多磕碜呢，真不知道丢人。那我们兄弟之间不要这样，争什么？争孝心给他。你孝心，我不信你还孝心。你看看这老人身体健康不的，保证老人寿命就长，因为老人的心情好啊，他寿命就长嘛。要说这精神作用啊，很了不起啊，是吧？很重要。像讲病也是这样，精神上占主要部分，是吧？